要储藏起来，所以就超前部署啦。对啊，但是洗的话，费老师是自己的衣服什么，就是较紧那一次。早上这样生意很好哦。没有啦，你带客人来啦。你们都在辛苦工作了。那边有储藏起来嘞，我们那个水塔本来就靠很大很大，有两三个水塔很大很大，所以没有影响营业。要储藏起来，所以就超前部署啦。对啊，但是洗的话，费老师是自己的衣服什么，就是较紧来那一次。那有没有可能说因为停水然后来涨价？不会吧，目前没有，老板没有这个打算。可以用用看，如果是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再调公休的日子。嗯，我们最近老店嘛是两趟咧，有点怎么样？啊，因为今天才第一天嘛，所以还不能确定。为什么他不要一天错一天，一天错一天？这样的话，一般我想对小市民来讲是比较方便的。